音响很好。
担心。所以呢，他们晚上就可以加菜了。他们最喜欢吃的就是山猪肉，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一个花很特别，因为就是拿一粒的椰子剖开一半，盖在它的头顶上。以前没有剪刀，怎么理发的？诸葛亮发冷刀，发浪，然后一撮一撮的把头发。哇！Thank you.甜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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